我其实就是一个良家妇女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一个良家妇女。我平时很老实的啊，我其实很老实的。你们不要看我就是啊，直播的时候话很多，其实我私下是一个很柔弱、很文静的一个女孩子。Model Y 啊，这台 Model Y 老板大壮，这台就是我们的 Model Y 哦啊。现在这台 Model Y 的话，现在是29.8个 W 啊，22款的新款啊，新车。这个吗？黑色的，黑色的，老板，黑色的，说错了，我忘了，我坐在灰色上面了。那台黑色的，后面两台黑色的，29.8个 W 啊，公里数不超过10公里的一个准新车，22款新款的都是换了，就是新车，老板，我跟你讲。然后呢，它是有这个。开到我们店里来的一个距离啊，只有几公里的一个距离，就是新车，都没有过户，还没有过户到我们头上来，因为都是今天才开过来的新车啊。老板，如果你喜欢这台车，欢迎来我们的直播间，来展厅里面看看现车。我跟你讲，很新，你可以看一下。